定压的水温表，这种是二合一的。它这个接线方式比较简单啊，红色的接正极，黑色的接负极。 这个是水温探头，这个呢是水温，这个是电压，电瓶的电压。这个圆心这个表呢，我已经把它给拆了，它现在只剩下一个电路。 这是 LED 这个水温最高可以达到110度左右，90到110度左右，都是可以通用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让它冷却。 我们现在试着可以调节一下电压。
这个螺纹是12mm。这两根是供电性，接地坪上的。